8点从台北出发，那边下10点多，排队进场，拐了个弯，没想到会这么多人呢，比去那个台北车展还多人，新车展还多人。对啊，终于进来了。那这一次呢，也是要非常感谢我们永远的干爹郑帕斯。哎呀啊，我永远的干爹。感谢邀请啊，阿伯，我本来完蛋不会来。我知道你有请太久啊，还好我有好朋友，对，我们的泰山，泰山拜托你去跪。泰山跟你捆，我看的又不爱讲。黑一点诶，圣帕斯，我们是专门做汽车强化卡尔的。今天这个场次哦，非常特殊，是我们在 SGT5 第一次圣帕斯照顾所有我们的合作厂商，我们做一个联展区，希望我联展区所有的店家都可以因为圣帕斯，大家一起被大家关注到。我们等一下再去绕一下，看车子啊，对啊，还有看车头灯亮不亮啊，事业做得够不够大？我说车的车头灯，我说事业它这个店家事业做得大不大？好啦，那我们就接下来再去逛一下啦。哎，这是嘟嘟车哎。从泰国直接拉回来的，那台湾现在夜市也有，可是味道就不对，因为灵魂的问题啊。TRG 都是在做一些什么样的材料跟零件？先看这台 CHR， 它的引擎盖是泰国他们那边开发的碳纤维引擎盖，对，比较改泰式的是这一台。这个跟大家介绍一下，什么叫做泰包？我们改装是不是分台湾、日本、啊、日本装 对，跟泰国那。泰国最主要也是都参考日本，可是那泰国人的生性就比较开放，所以泰包会比较天马行空，夸张一点。天马行空对对对，这一组的包原本是装在 Camry 上面的，因为泰国 CT 两百改的人很少，那我就是拿 Camry 的去来改合在他的方式。以前会比较感觉以为说泰包好像就比较土炮一点，可是其实现场看到他的那个完整度。都做得还蛮好的，我车子后面的音响也是泰国人来改的，我开个灯，这是木头，对，它是木工做的，然后贴板皮的，对，我在以前流行哎，我好久没看到这样子的，很帅啊，有兴趣的上网看一下 ，OK， 谢谢，谢谢。那边还有摩托车的那个半罩铝圈，哎，现在摩托车铝圈都这么漂亮哎，很像车子的缩小版，而且轮框都像车子的轮框，这个是视觉纱，卖视觉的，是不是？有没有看过这么多 GT 啊？一二三四，有5台啊，这边还有1台，这个比较新，最新对，它在前期的，这保杆看起来是前期保杆，其他车长很长，啊，再加上它又做一些大包，整个都拉长，然后宽体啊，对啊，很帅，哎，拍一下，它的绿比较柔和一点，我们的比较，我们的比较绿，对不对？它也是放到这碳纤维都有一点，它这个也是包的，它可能是。职业参展的，平常也没有在开，然后都放着，就跟我们一样。对啊，哇，哎，好帅哦，真是痞子，好，那是痞子的车，是不是？我去问他哥，请问可不可以拍照？请问可以拍照吗？请问可以拍照吗？请可以可以拍照。为什么你会参展？没有，我们每年都有来啊，展示一下自己的车子。一年一度的功课的收获，就是要来参加这个，目标就是他们每年都要有新的改装，然后放在这边给粉丝看。就功课，我们哎，我今年做了什么？交功课的概念。交功课，没有。其实我原本这台已经卖掉，我原本上面想要贴收到。啊，收到，来不及，来不及，来不及。好，那我们来拍一张照片，做个纪念吧，来帮我拍个照片。哎，还是下次我们公司也每年来交功课展出啊，也可以啊。你永远都那台粉红色的，只能展一年而已吧？没展过嘛，至少没展过是不是？哇，做个纪念是不是？反正老板花钱嘛。看这个，哎，竟然有打蜡比赛。对啊，应该叫科P来参加，对不对？啊，这就是因为卖打蜡机的，所以他举办这个研磨比赛。研磨比赛听起来是咖啡，你知道吗？哎，那个LS400 VIP 式样，这真的 VIP。正常 VIP 应该是要尺寸很大，所以你如果太小的车降低那个都不叫 VIP。日本的 VIP 是要高级房车，然后低趴大包这样，干干净净、漂漂亮亮、很素这样子。嗯，这边有一台阿萨基耶，这个现在一台都可能应该快200。你说车况好的吗？对，太少了。而且我发现一台很特别的车。那边有台卡莎布兰卡，那是不是 Impreza 的复古型？对对对对，这台真好帅。我跟你讲，这就像美国的车展示，他们全部车摆出来，对不对？然后会有好几个裁判在场里面逛，然后评分完，他就会放一个这个车辆入选通知，就会放在你的车上。很多改装厂就是会把自己改的车放着，因为如果你入选了之后，你是卖你的东西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拿出来讲。没想到台湾已经有了，而且办5年了，我都不晓得。推一下。
透明充气车套，把车整个包起来就对了，防尘啊，防雨啊。不过我这样看起来，阿呆，你有没有觉得好像日系车比较多？对，哇，酷哦，酷哦，哎，很眼熟的眼，哎，阿呆。你的引擎呢？六猴直喷500匹耶！我想油门踩下去有没有车歪掉？拉扯力太大，对不对？是吗？嗨，你好。我跟你讲，阿呆很需要啊。真的吗？哎、欸，我们阿呆是开 IS 300，来来来，推他坑一下，推他坑一下。这边有三颗都可以。那、啊、我们这次做的部分的话是不要改装，概念的话就是制定一个目标的动力，这是500匹的，所以这一整颗引擎呢，回去直接弄上去，不用交换、啊。电脑嘞？电脑写写就好了。啊、对，我会先用全取代，不用交换，全取代。来来，多少钱？这个是锻造的。好，锻造的部分的话，我们售价45万。45万，对，40万台币，500匹马力，而且这个会有提供保护哦。哇，这颗更厉害，这个是1000匹 ，Grady 的皮带，没错，这应该不是新的，应该是整理翻新的，没错，因为现在没有新的啦。翻新之后，把所有的东西零件都换成是新品，好，然后我们去保障它的动力，也去保护它的引擎效果。有没有目标了？哎，你刚才可以直接上哦，我们先从500开始就好了，对不对？直接500就好了，好不好？这个有兴趣的可以去他们的网站。看一下，这应该是碳纤维传动轴。听说改这个 CP 值蛮高，有改的朋友，包括那个统哥，他也觉得这个东西 CP 值蛮高，因为它的价位不会特别贵，然后一改上去，马上开起来就有感觉，比较轻盈，很轻盈。对，汤 S 看一下，它这应该也是改露营的。对啊，我就想要改这种车头，很漂亮。那我那时候是去日本的一个网站，有找到他有在改，可是日本他卖这个他不外销给我们，你一定要在日本当地他帮你改，而且你要给我车身号码，因为他怕你仿冒，就拆 home 一下，给你签稿一下。他这个框是不是可以把原本的拆掉，然后合上来？对，就直接改上去，哦，自己开模具的，它是整组的，粘在一起的、哦。它整个整座都粘在一起，很保感哦。它是7寸灯，原厂大概只有5寸而已。对。啊，我改7寸，它一定要全部卸下来，所以整个面板，对对对对，它是整组。如果要验车，自己拆装方便吗？合法，因为我灯具也认证了，只要有验证书，以后验车带着那个验证书就好了。是帮我们介绍一下你这一台大概做了一些什么？前面包杆嘛，对，面板，有一个引擎室的四盖板啊、哦，四盖板把 logo 遮掉，都是自己开发，自己开发，对对对。啊，再来是爆龟嘛，哎、欸，爆龟，铝圈是定制的 ，JCT 定制。最大的特点是这三个饰板是可以更换的啊，哦，你上面也可以打小狮啊。对，我当初设计这台车就是要因为日本有相关的车型，对，但是很喜欢，但是他不卖我，他不卖我自己做，真的吗？你也问过对不对？你看想法是不是一样？我跟他在讲说他不卖我，我们自己做，结果我今天看到他做，我就神起来了，我跟他买就好了。哎、欸，这露营用的，拉出来就好了，哦。两层哦，对对对，啊，瓦斯桶放里面，这边可以当哦，有那边有一个位置可以放，很 chill 呢。我最喜欢看到这个 DIY 的精神，对我们这个自己申请专利有没有？哎、欸，这颜色很帅，阿、啊、道，我喜欢这颜色，这颜色也蛮适合改 Tang S 那一种露营车，露营车就大地色，大地色，对，大地色我觉得蛮不错的，是拖车啦，专业拖车，你知道专业的，它那个板子啊，可以从侧边这样整个是变平的。哦，你车比较好上去，对你有一些超跑，你如果有斜度它上不去，所以有些是整个地板可以变平的，把你拿上来，啊，上去再进来。对对 ，Prius， 它有入选通知哎，而且它颜色也很帅，熏黑嘛，熏黑嘛，然后整个都变很素啊，它没有防刮材质这个东西啊，连雨刷都拿掉了，完全就展示用，是那个你喜欢的天窗哎、欸，而且你不觉得其实老车还原，干干净净、漂漂亮亮，其实就很好看的，然后放在这地方灯打去的话就很漂亮，外表看起来除了轮圈比较倾角有做以外，大部分看起来都没有什么大改，太浮夸的大包啊，没有太浮夸，空力套件，老车就是这样哈、哦，那这也是。也是铝圈、变器这些而已啊，没有特别夸张的东西。哦，这边都是 Audio Park 高级车哎。大家认识他吗？我们今天这一场是公益水球捐给0403卫福部的赠品专户，我们直接来丢球。好好，我在这边哦，我丢一球，没丢到，是一球我捐500。OK， 好、哦，花莲嘛。OK， 对，花莲。啊，我如果丢到一球，老板捐500。老板说没有问题、啊。第一球，哎呦，这怎么丢得到啊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欠偌济啊？2000啊？哎、欸。好了，我这边哦，这个花莲的赈灾，我就捐5000块钱。哇！谢谢，谢谢谢谢大家。你们照好不好？喝，不要
六千，就是业配一下，感谢一下你们六千，好玩一下啦，对不对？然后顺便做一下公益啊。你看我是不是女生坐在那边我就用不到？小石哥真的就是怜香惜玉，对，好男人爱男人，对。好了，那我们就继续去逛啦，谢谢。啊，到齐耶，很帅，金龙框有没有看到？很帅耶，你一定觉得我很想买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蛮想买的，很像你会买的啊。里面有一个骷髅头，那是气压避震嘛？应该是气压的，对，那个单对，所以改车就是这样啊，创意。换个镜子，超屌！哇，我刚以为是，我以为地下挖一个洞，对不对？很漂亮哦。来，来介绍一下这个车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？这都太广，手工类的东西。你是改装厂？对对对。全部拢改吗？还是干那这个钢的部分？全部都改，只剩下引擎头没改。八支喷油嘴。为什么要八支？因为低速啊。前四只是控制低速，然后后面大只的是高速，这个也更特别。拿一下，哇，很轻哎，怎么轻？太。一圈一圈烧，对对，哇，职人啊，卖到那工上面太狗日本啊，对不？对，台湾机棒，这是 BS 塔，哎，应该最屌的 BS 塔吧？改最大的，小石大哥很久。这个花轮，他们在做这个客制化的对铝圈，我们抱持着一个可以改变台湾改装界的生态跟文化，每一个客制化都从无中生有，而且原创的，全世界只有你一个。这台现在超火，去年的展会啊，它只有改了60%，今年听说90%而已，九十。可以，10%我知道10%是什么，它会站起来变形，对不对？对，最后10%会暴走，还会叫。它全车的风格全部都是依照福音战士的配色跟元素去做的，它连卡钳都是。然后这个是光布膜 3D 列印，哦 ，3D 列印，对，这里是肩甲，像那个初号机的头，那个头的那个角，那一只角，那边有一只角，它直接把它也是做出来。它里面像这个都是定制的、限量的福音战士的方向盘，日本来的椅子啊，你看都有初号机的元素，颜色也都要绿、紫色、红色，后面更狂，从正后方拍过去很夸张，它那个真的是机器人的构造，旁边的宽体那些，我都觉得它快变形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差不多了。其实他这台车已经这两三年在全球有知名度了，希望他明年会开好。这台真的很帅。再来还有一台时空幻境，这个 Lincoln 的结构很特殊，那都是放射状的 Lincoln 啊，对，哎，这个是四方形旋转一直螺旋的机，啊对，它应该是全台湾最宽的 HRV 了，以前嘛是光固膜的，是给都会走的，前面直接设定贴地了，弥补后面无法贴地那种缺憾，要多低有多低嘛，就极限了。对，我欢迎公伟公阿少先啊，让我又滚起来好吧？我你卡袂少先啊。阿杰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这个 Fit， 主要是以日规划了，对。无线化去做改装，规划比如说前保杆啊，前保杆、前保杆水箱护罩，然后还有前保杆专用的下巴。我希望简单利落一点，就把雨刷拆掉。我看很多展示车都拆掉了。侧边的话就是无线的侧裙，无线的侧裙就是差别就在于说下巴跟这边中间侧对，做一个密合角。对对对，然后剩下的话就是底面。无线的另外一个品牌就是 Spoon 的方向盘，但是因为我们原厂车有那个方控键，对，音量大小声跟定速。为了保留它，所以必须把它往下移。所以它这个是原本就可以这样做的。这也是日本的套件哦。日本如果對方向盘跟这个，哎、这很帅，这很特别套件。你看它那些方向盘的按键啊，对，它都保留在下面，都保留在下面呢。因为自排车，对，如果你没有办法打 P 档的话，不能熄火。不能启动，对，所以我就把那个 P 档的结构破坏掉。换句话说，熄火之后可以打任何一个档位。那这个也是根据日规的 Fit 的手排套件，他把它弄买日本的防尘套，对，他把它弄成自中，看起来像手排，也是、欸、很像。无线的排档头，对，排档头，然后还有无线的三环表，防踢踏板，无线的。那地毯呢？也是正无线的。但是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日本人只出右驾，所以我把右驾的买回来改左驾，用大片的。去踩，但是后座就是没有插，就没有分左右架，它的都是通用。然后下面这一块的话是 FN2 的 Type R， 好 FN2， 它原厂椅子中间的那个皮，我买两组椅子回来，然后把皮扒掉，然后缝在上面。你只为了它的布？原本它这个是一般的合成皮，你杀它的椅子只为了它的布？对对对，就是它让它可以是比较 Type R。然后再来就是无线的椅子，单价也蛮高的，重金打造啊。后面盖的话就是日本的空力套件，这也是无线的唯一盖，这个四盖卡梦。这个保杆的话就是。全台湾只有两只啊，也是从日本。对，那它本来这个保杆里面就附两个洞，那我为了要补那个洞，我就装两个尾翼管。可是尾翼管它没有办法固定，所以我把原厂排气管切掉，往上烧。让它是真的有排气的，所以真的是有排气的，就可以自动在那边。这叉叉好帅啊！对啊，这个就是泰国的 Fit 专用的件，我把它买回来，让它增加后面的稳定性。就很少看过这么完整，
对的改装，已经超过车价了，搞不好还超过两台车价。还是甩尾赛，好可爱哦、喔！马模型，这是哪里？秋名山吗？对对对。哎、欸，真的是秋名山啊！真的是，真的秋名山，秋名山很多的品牌跟改装车的展示，还有机车的，反正就是蛮多厂商来这边展出的啦。哎、欸，啊，我脸笑僵了。我在这边再继续走下去，我的脸啊可能会这样，维持一直在笑。有没有觉得转很硬，突然就跑到这边来了？台中、澳门打边炉，评价很高啊，4.7颗星。这是我们客人开的啦，双门酷贝的 mini， 记不记得？我们还有拍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他就是开这个店，哎、欸，那已经可能也一年多了、喔。你哎呦，我答应他说我要来吃，我终于实现了。好，进去我们再慢慢跟大家聊改装车展。我觉得那个改装车展还不错啦，它一年一次嘛，然后就是先预选，然后再去那边做决赛，让观众投票，可以逛啦，因为真的很多人。我们刚刚离开的时候大塞车，我跟阿呆都没有力气再拍离开的样子，我们是逃离那里，用逃的。还有这个没有酒精的红酒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哎、欸，你看这蛤蜊要死我，你看有浮夸不？一个碗还装不下嘞，因为这是我们的客人嘛，所以基本上我们来这边，我们只有选汤底而已，剩下的东西又不是我们点，都是他送来的。A 五和牛跟海鲜拼盘，我最近好像有三高的倾向。三高是哪三高？颜值高、学历高、躺着也高。放了蒜头、葱跟一大堆的蛤蟆煮出来的汤，真鲜。冰酱油 A 五和牛，粉红色有没有？哦，好吃，它现在蛮厚的，再煮一片啊，没有，牛肉燥，我以为是碎肉，对啊，怎么是整整片的？好吃哦，它味道不会太咸，很好入口，有一点淡淡的椰香加麻麻的焦香味，不会太咸。我吃辣的人啊，我觉得一点点辣。哎，阿呆，我吃尾，你吃头啊，是精华跟，哦，哇哇，那搭死，那饱。我吃到是新鲜，没话讲。哎、欸，你看这个橘红色，这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虾膏，有没有？空出来，你知道吗？这喝了，我跟你讲，升天。吃了这么多贝类蛤蟆，好不好？这么多的这些贝类啊，到时候若干年后，他们考古学家从这边挖出这么多的壳，他们想说，这奇怪，这边又不靠海，为什么会这么多鱼虾贝类？疑似有人类群居的一个现象。然后它有一些卤串，它是有吃到饱，吃到饱就是随你拿。然后你如果点套餐的话，它就是要计价的。这是麻辣牛肉，然后他说这个是羊肋条，只有奶烧味。麻辣牛肉是他腌过，如果是点麻辣锅或是阿呆这种，可能就可以把味道煮进去。送给两位的，刚刚喝的没有酒精的红酒。那我这边多少钱？他答应我要跟我收钱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哎呦，我都讲卖毒，你讲安尼，跟我玩文字游戏。我说要付钱我才要来，他说好。你安尼我叫号召网友用这个钱弄来吃龙虾，我跟你讲。龙虾片，龙虾片。所以你这个名字叫澳门打边炉，它的含义是什么？澳门的火锅就是打边炉，它是不是比较属于澳门的口味，就是类似胡椒猪肚那个？对，那个其实还有瀑布蟹，然后再结合这个大陆的串，我看你们还有螺蛳粉新产品，都会比较走大陆那边的东西。主要的老板，他就常常去澳门，所以就是把澳门的一些输赢的元素拿回来这边，所以这边的装潢都是走那种澳门赌场。对对对，而且它有这个、啊。哎、欸，他这筹码是重的，不是便宜的那种哦、喔。阿、啊、呆，这是专业的筹码，我没有跟你开玩笑啊。今年会在台北开店，是哦。好，那到时候台北星光、欸，不要再骗我了，不要再骗我去吃了，我要付全款，我才要去。OK， 谢谢，很棒，大家有空来吃一下，谢谢，感谢你 ，Thank you， 结缘呐，啊，拜拜。很开心，感谢感谢。那边看你玩的游戏哦，那我们游戏的话，里面会有餐车展。阿、啊、呆，我们一人下两。好不好？我跟他分开一点，下一次。他会不会三个站起来？有没有排在一起，然后只有一点而已？对，一四。这样的话是六，六的话比较可惜在这边。哎、欸，还有一批呢。比较少用，这个的话就是压岁值比较难一点。你看被咬了啦。庄家赢，庄家赢，庄家赢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谢谢。